抓骨头么那的，看你用了，你给这块的干，哎，你个肉些多平时接待么的干？哎呀，那把肉些个是带回来。啊啊，是这是啊，是的是的。嗯，行行行。这个是吧？这就这几把饭。啊，啥饭呢？是后炒的吧？一些。这后炒的可以啊，这好的。那没有了啊。没有了，还是啥猪肉？嗯嗯嗯嗯。哦，这里啥把糊啊？看一下啊。嗯。您坐一下吧。啊，不是的。不是的。这是啥把糊啊？哦，我先看一下，这是梅花的。啊是啊。手绘梅花的瓷茶壶，这个是可以的。这里分住这里的话，应该倒水是不会漏水的。嗯。哎呀，那我拿到外面看一下了啊。啊，可以啊。因为这。你看喽，这个是好的。这自然光上面。这是我的老公放的多边带回来的。自然光上面拍的清楚一些。哦，是啊。嗯，这是梅花的啊。嗯。都是手绘的，发出来的梅花。这个瓷质好薄啊，这地方还可以。瓷质挺好的啊。嗯，你看这里，香涛，相亲征集，别部有之用函，这是暗字啊，这是里面写出来，考出这个里面的啊，里面的称之为暗字。哇，这下面还有个款，尊南好繁生堂，珍品。陶瓷研究所，1962年的啊，这是1962年的。嗯，石头爷。这看一下这一把啊。嗯。这把造型很独特啊，这瓷质好光滑的，像玉一样。这样吹出来的这个印都有啊，手工做出来的。这手绘的啊，这也是一把茶壶。使用过的啊，这里面都是黑黑的，没有磕碰，东西也完整。下面也是一样的啊，中南海繁生堂珍品，陶瓷研究所1962年的啊，这是一把瓷，也是一把茶壶。这里也是梅花的茶壶，三把的造型都是都是独特的啊，团结起来，争取更大的胜利。应该那一把壶应该也是这样熏着读的，也是一样的啊。下面的款也是中南海繁生堂珍品，陶瓷研究所1975年，这是一把文革的，这里面的瓷质应该用手电筒打一下的话，它应该是透明的啊。就是这三把壶的造型，这三把壶的造型都独特，都很独特啊。您这个阿姨，这个三把壶要多少钱了？随便拿个几十把来，八十块一把就可以了。随便拿几十块钱，80块钱一把都可以啊。是啊。是这样，哎呀，您给我送过来了啊，我不能说这个东西80块钱就收了你的，这是国家珍藏的啊。这是中南海繁生堂的。然后它是手绘，它瓷质特别的做得好，都是白瓷。薄啊，这我们的行情价大概个500块钱一把。不能够80块钱一把送您的嘞。这三把就1500块钱，我给您加上来了啊。好，一点点的。420块钱一把。好，哎呀，是的。那就谢谢了。这个不能骗人家的。你说这几。那我也不知道了。你说几把壶几十块钱那么便宜，那不行的了。那对不起良心的啊，我们做生意是诚信人民天下。好，哎，你谢谢了。谢谢你啊。